我去下方也陡啊。控制好车速啊。现在海拔520。我去，我去考验刹车的时候了，考验刹车的时候到了。去，这坡太陡了，放带一点。对嘛，一直走这样下去，我去，那边哪有路呀？还是不对。这边一直下来到哪儿了？不对不对，我看还得啥得回去。上有路了吗？没看见刚才。从这儿下来，前方350公尺处靠右行驶。我去，从哎这儿，我说呢，要是这还好一点吧。我是不敢骑啊，别人这都是。别骑了，推一下吧。太陡了，我敢去。我敢去。太陡了，骑不了。别冒着风险。
说上坡不容易，下坡也不容易。这行，这儿怎么走来着？太陡了，这坡不敢骑啊，太陡了。它不光陡了，旁边都是这个。这个是怎么走？是下去还是走这儿？这有个岔口，现在这边二咋咋地，现在高度469，前方300米处靠左行驶，进入五要路。车速多少？控制好车速。别大意啊！控制好车速。
苦逼的推坡推车上坡的日子结束了。颠着一下太重，坐带坐带，迎过风，雁过山，你听听听听听，来首歌听听。这个，让我做你的眼睛。哎，听着这歌下坡有感觉啊，可有感觉。让我做你的眼睛，说那样你才看得清，这首情歌唱给你听，那你让我天伤心。爬完坡，下山喽。现在356
二三七。318，海拔啊，拔山村。305，295。288。270。
说呢？又爬坡了吗？我去！